你凭什么要拿？情况嘛就这样啊。我只觉得我们团可以跟别人不一样。因为我们本来就从事传统正头艺术性的表演，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跳脱。那我只把它当做艺术性的一个呈现，而不是说我对神明的不敬。光剧本大概写十几稿吧，把他们的人物特性慢慢抓出来。他就是想要把它做到完美，应该是带到国际上去，不是只有留在台湾。我要让所有的国际人士知道说，借由九天的表演，了解台湾的庙会正统文化，它是很有艺术价值、很有深度的，而且是有故事性的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1月14号礼拜六暗时10点，对着冯凯导演用心看台面。